欢迎收睇 Lexus RX 深度巡礼视频，请安坐，准备去享受呢个旅程。在视频里面，我们会详细展示从外到内 RX 每个精彩细节。无论你想揀一部 Hybrid 运动车或者一部汽油车，加拿大制造的 RX 定能满足你。正如你看到的30 F Sport 一样，你会发现很多功能和改进，比你想象中更加出色卓越。首先，你会注意到 RX 完全重新设计的外观，充满光劲和线条感，尽显豪迈潇洒。车头灯光线典雅，令外观更加独特霸气。F Sport 的运动配置令你的型格和表现大幅提升。20寸六零同 F Sport 运动调校悬吊系统，带俾你更精确的路面反应。铝质车壳同后尾门令车身更轻巧，同时降低车辆重心。演绎成更高性能，带来更刺激的驾驶体验。侧面设计线条流畅而时尚，配有悬浮式C型支柱框架配有色玻璃窗。车尾设计同样精彩，性能细节包括双排气管和可选配的 F Sport 运动网格。在你上车之前，车门把手就会发光，这个是所有精致功能的预览。前排电热和透气座椅和腰部承托设计带来无比舒适，令你安心的可调校头枕和颈椎撞击防护系统，司机座椅记忆功能确保你的座椅永远合适。可选配铝质双嵌橡胶的 F Sport 踏板，增加运动型格。所有车门均设有除霾通风口，侧面的储物箱设有杯座，还有可以折叠的侧镜。真皮包裹的电动方向踏盘可以伸缩和电动调校斜度，同时设有换挡拨片以及集成音响控制按键。侧镜设有转弯信号灯，正如后视镜，这些侧镜会自动变暗，减低头灯直射刺眼强光，设计周到。方向踏盘可以操控多项功能，包括续航距离、 Eco 环保驾驶指标、 G-Sensor 智能副驾系统、直接轮胎压力监测系统、提醒你可能需要休息的摇摆警示、指南针、音响信息，以及可定制的驾驶设定和警示功能。附设点触式遥控界面，让你可以操作更多选项，在色彩鲜艳的选配 12.3 寸内置荧光幕上显示。可选配的声控系统助你更安心驾驶，可轻松控制各种功能，包括导航指示。荧光幕显示前面方向，让你知道身处何方。鲜明色彩显示车速和方向，而不会影响路面视线。选配的 Mark Levinson 专业高级音响系统，包括15个喇叭和蓝牙接驳功能，仿如置身私人音乐会，美妙旋律激活每一次驾驶。其他座舱配置包括标准后视镜头，帮助司机倒后泊车。同一个选配的360度摄影机，周围环境一目了然，非同凡响。电子发热挡风玻璃防雾功能令冬天驾驶更清晰。仲有，你可以在选配的无线充电盘上为手机充电。整个 RX 内部设计，你会发现双脚、头顶和肩膊位置都多了空间。再看近点，你会见到更多可选配的奢华细节，例如精心手工缝制的高级真皮座椅。后座乘客可随意调校座椅斜度，接合适的手垫设有杯座和额外储物空间，是人见人爱的新配置。前后排座椅均有电热功能，并有三重设定选择，无论坐在哪边都同样舒适。如果你想要啲清新空气，我哋有全景天窗，可以电动调校遮光同倾斜度。喺 Lexus 标志上挥下手，免触式电动尾后门就会自动打开，你唔需要放低行李，就可以直接将佢哋安放喺宽大嘅行李箱里面。
如果你需要更多空间，可选配电动折叠后排座椅，只需按一下按钮就得了。劲力十足的 RX 引擎，扭力更强劲，八速直接换挡变速系统，性能表现更多样化。首度推出的 F-Sport Hybrid 混合动力引擎，动力更强劲，无间断自动变速系统带来更加燃油效益，同时减低废气排放。你可以按需要设定你的驾驶模式，包括适合城市繁忙交通的 Eco 经济模式，或者适合道路畅通无阻的 Sport S Plus 模式，又或者定制一种只适合你驾驶经验的模式。你和你的 RX 都处于无数可配置安全功能保护之下，加上可选配的 Lexus 升级安全系统，全部可以在仪表板上轻易操控，将你的驾驶体验提升至极限。假如你一旦偏离车道，车道偏离警示系统会轻轻震动方向盘向你发出警示，雷达感应车距维持定速系统帮助你和前面车辆保持安全距离，假如突然遇上障碍物，预防撞车系统会自动启动刹车。仲有自动远灯调节系统，会为迎面离车的司机减弱灯光。你仲有一些标准安全配置，如后方人车交通警示系统，当你看不到倒车有危险的时候，系统就会发出警示。在路上，当盲点位置出现其他车辆，盲点侦测警示系统就会发出警告。当你需要驶入一个泊车位，辅助泊车系统就会指引你。内外前后，以至最细微的地方， Lexus RX 都带给你最细致、贴心和令人兴奋的驾驶体验。请浏览 lexus.ca 或到你就近的代理车行预约试驾，第一时间亲身体验。